想说，说了又能够改变什么？难懂的有太多。他们说，沉默是种成熟的作风，那一点痛算什么？心碎了，收敛了，曾爱过的遗失了，已经忘了怎么开始的，才知道有一种爱是最重要的。或许那年无可奈何，却还想找回快乐，让经过的变得更值得。已经忘了曾伤我的人，掏空了才能填满我最想要的。或许一切只是过程，会让我变得更完整。有些事总需要发生。如果说破碎的一切能重来过，这一点痛算什么？心碎了，收敛。